怎么你还要跟他讲话？还不到融化会呀、啊，这可是我自己用钱买的。恰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莱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你是在冲凉 ？OK， 对，讲话不会那么大声。我等到今天等了很久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最近米是在搬家，所以我们出片的那个次数也慢慢的减少。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，这个是一个假的 iPhone， 我就上网偷偷买了这个 iPhone， 我就想来玩米斯。像这个假的电话，放进它现在这个 cover， 然后它真的电话收起来，收哪里？收，哇，应该看不出哦。像一下，我们要灭走这个 protector， 来看一下。爽耶！今天我要快点下到 camera， 我等米氏冲完凉了，很显然啦，米氏吹头发，等那个世界大战啊还要慢的嘞。帮我拿吹风筒过来。你在这里吹啊？因为我要喷钉子。这里有钉子。过来啦！哇哦。喂，来呀，快点呐，很吵啊。不是。谁？等一下，你要蹲在那边吹头发。裸体吗？Come, Chrissy,爆炸头，喝。哎，啊，你哎，这个东西很好玩呢。你插着嘞 ，iPhone 插着。那每次叫他们有金的，你的电话费吗？啊？你电话费很快没有电，我都很快，你是这样子，用一下就。哎，你电话对不对？啊？你电话？哦，对，我用你电话一下。我看 Facebook 啦。这边你电话。我掐死的，哟。你掐着不能看的呗？我不行，一边掐一边用。你落啊，我落一米啦。一样啊，看不了。要。看不了啦，哎呀。棒。喂，哇，台湾。哎 sorry，你电话这么一直电，喂，不用玩呢。没有，真的没有裂，真的没有变，没有裂，真的没有裂，没有裂，真的。会掉哎。OK。然后你用你电话又不掉，用我电话是掉，故意的是哪呀？真的，没有裂，真的没有裂到。你看。你。没有东西啊，烦掉死。烦到死，你不用我电话。你的电话如果弄掉，你电话看。你不是没有弄掉过啊？我没有连续弄掉两次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怎么你还要跟他讲话？
你在 Facebook Messenger 为什么你还跟他讲话？怎么跟谁讲话？这个小明啊，这个那人是小明。哎，你这么跟他讲话，还讲 Hi Hello， 你不信你自己看。那个小明讲话，这里啊。喂，周末。你跟我讲，为什么你跟讲小明讲话？你周末又弄丢我电话。这个，对，前两次是不小心的，这一次是我故意的，怎么样？你怎么要丢我电话？我没有丢，我是不爽，我放下去吧 ，OK？ 你弄第三次、啊。OK。给我。没有事 ，OK？ 给我。OK， 你这样紧张，周末小明是谁？什么小明是谁？给回我电话。有问题是吗？我跟你讲过了啊！你这样怕做梦，你跟我讲。我没有这样怕，我要看我电话有没有事，我电话不会开啊。我讲没有，是没有裂。我的电话怎么不会开？平时它这样反会反上来会开啊。可以吗 ？Oh shit， 好像有点裂。给我。哎，这个不是重点 ，OK？ 给我，我叫你给我。Sorry， OK。开不到呢，给我看，给我看，给我看。你把灯坏了是吗？有问题啊，没有电了是吗？给回我。OK， 插线，插线，给我插线，给我插线，插线。还有电了，还有电了，还有电了，你等他，你跟我讲，你的手很油，我可以不要动我，很油。我要看我电话，开不到了啦，我坏了。开不到 ，OK 啦 ，OK 啦，买一个新的给你啦。是里面有很多 memory 的，插十天就可以开了，你这样怕做梦。给回我！你要等四分钟，它就会嘣。自己买的嘞？什么自己买？哎，我也是有帮忙给钱的嘞，怎么叫你自己买？你现在跟小明讲话，然后我生气我丢，又不是我的错啦。这个是我自己用钱买的。OK。你 OK 吗？这么我真的按不开吧，他们？我都 memory 在里面呢。所以我买一个新的给你 ，OK？ 不是买新不新，这个是我自己用钱买的电话。看过吗？对了，不要拍我。那这个呢？哎，你怎么这么？哎，你怎么拿我电话？这个你的，这个我的。你怎么玩？这个假。那个假惨了，你看这个给我弄到一点碎，你。OK。走开呀 ！OK。我那么开心，很美耶。走开呀！哎，这个。你买一个电话给我，跟你讲。我买了，我这个。你做梦，我买了，我买了一个给你，一个新的嘞 ，No Play Play 耶。你冷静点，真的。可是刚刚我丢你电话那一刻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你？哎呦，这个鬼这样子，一个鬼，一个帅气的人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一直帮你搬家，搬到累死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突然间想到要丢烂你的电话，看你是什么反应。不要拍我！你真的酷啊！搬家。走开呀、啊，走开啊！你以后走去哪里 ？OK 咯。好，各位，如果你们以后不想要女朋友烦你们呢，你就把他电话丢烂，把他电话丢烂呢，他就会跟你讲，不要烦他，那你就自由了。你看他还在看他电话有没有问题？你这么讲吧，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还有分享哦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有想要看我在丢烂你吃的东西的话，请留言在下方。你要去哪里？每次叫我走，走开啊！去哪里？嘘 ，OK 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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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 ，OK 啦 ，Sorry 啦，生气啦，走开，赶紧接啊，走开，你要我去哪里？走远一点 ，OK 够远了没有？不要拍我 ，OK。很好先。